你有没有想过说你以后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？认识比较多植物，因为妈妈很喜欢植物。嗯，所以你也想跟妈妈一样。嗯，那爸爸喜欢什么？爸爸喜欢。喜欢妈妈。嗯。会不会觉得跟我聊天很无聊？还好，还好就是有嘛。精彩好看的《家有小厨师》就在公视频道。